开始录了，所以呢，各位安静一点啦，不要吵。比利海林顿。不要吵。所以啊，我们看一下蓝莓加氧气，反应之后会变成什么？氧化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氧化镁 Mg。哦，所以来看好喽。那这里呢，如果我们说镁的长相是一个叉叉，那氧的长相是什么？圈圈。圈圈。两个。所以呢，氧化镁就会长成什么样子？一个叉叉，再跟一个圈圈。所以我们从微观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的镁在反应的时候喜欢带几价？正二价。所以正二价是什么意思？要有两个。他喜欢丢电子，而且一次丢几个？两个。而氧几价？负二。他喜欢抢人家的电子，而且一次抢两个。所以你看这个镁就怎么样？一，两个电子就丢给他，所以这个氧就会带两价正电，跟着两价负电，好。而这个镁呢，就会带两价正电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两个就可以在一起。可是呢，这一个氧怎么办？没人要。所以你知道怎么办？一就是电子啊，一负就是电子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再找一个镁来给他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镁呢，也会做一样的事情，怎么样？把两个电子一丢给他，所以他也带两价负电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镁也会带两价正电，对吧 ？OK 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我们说过，同性会相吸，那 BL 看太多才会同性相吸。同性怎么样？相斥啊。所以呢，这两个氧因为都带负电，所以他们就会互相排斥。那排斥之后，异性就会怎么样？相吸。所以这一个镁跟这一个氧结合，就变成这个氧化镁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镁加这个氧反应完之后，又会变成什么？另外一个氧化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就会说，所以这里从头到尾用了几个镁？两个镁。所以这里用了几个氧？一个氧，而且是一个氧气分子，所以反应完之后会有几个氧化镁？两个氧化镁 ，OK 吗？好，所以呢，它的系数就是212，有没有问题？有，跟上面一样，只是刚好一样而已，只是刚好而已，哦，只是刚好而已。所以有三个跟两个一样。对，好，所以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有可能这个跟